后来没人，他这个情书怎么写？他说 ：“You bring happy feelings to passengers. I seldom meet such a kind driver now, since I met a driver who drove the bus. Number 55号呀，你是？他是不是？他是说，他坐到55号的公车啊，那个司机就是好像。And he kept accompanying yesterday. 他昨天一直在这个抱怨。OK 哈。Now hope you keep this cute personality.Now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by a student from 台中女中 OK、对对对 yeah, OK 所以55号司机你不要再抱怨了、你会被写出来好吗 OK 好然后呢这个是你的公车吗、哦、这台南市的、不是、这不是、所以现在的公车你看坐问讲有多无聊明天不是届末日世界末日 OK 这上礼拜五 OK 好上礼拜五公车就这样子好吗那像首都客运的话这个月开始都会戴那个圣诞帽 OK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网友做的叫我可能不会载你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一个陈柏霖这个司机的名字叫陈柏霖陈柏霖最近很爆红叫我可能不会爱你啊，大人哥那结果他就把他改成写成叫我可能不会载你 OK 好这个实在是很搞笑。其实还有蛮多司机的名字也都蛮有趣的啊。那比如说，也有说像比如说有司机姓崔啊，他就叫崔真雄啊。那台语怎么念？崔金雄啊，都崔金雄啊，应该崔真雄啊。哦，崔真雄哦，OK 好，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哦。你要崔金雄，他们这里都有对比啊。他们这里有做讲生肖，好，下面写不要跟着我。也不起哦，为什么？也不起，啊，就是因为他就可能是怕说后面都会有车一直跟着他啊，哎呀、啊，他就后面再贴一个也不起啊，你哪个对话你也不起啊，哎，那跟蒋生耀有什么关系？跟蒋生耀没有关系吧、没有关系嘛，他只是好玩、对，这个老实讲，我本来还不晓得，美人计三号柯博文。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对，柯博文，柯博文 ，OK， 好。啊，这里欧多一下，欧多会老多。吴敏聪，无啦，这里都是吴文聪啊，吴敏聪，吴敏聪，小强叫的。这张看起来好像蔡明亮哦。哎，有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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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的哈，电影导演，对，你好，过来当来做导演了。敏聪，你给我第二段，咱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来，是。
你是地海先攻的人对啦，还是东海大学自工系？不是不是，是台中科技大学，台中科技大学三甲。哦，啊，你是说做陶给拢作弊的地方？没啦，没有开，没有，就是希望学生不要作弊啦。重点是这个啦。可是你们十个上班十个小时，中间是有休班的，那大概多久休一个班？就是一趟跑完，一趟跑完多久？一趟跑完，不一定啊，看有没有塞车啊。没有塞车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二十分。哦，那如果塞车的话，可能就塞到两个小时。所以你们都不要喝水，对不对？万一要上厕所怎么办？上厕所那个小号的话是还好，你不是有接你追箱？哎，没啦，哎，车店让我准备要抽烟，车上让我准备。是你们可以停车去上厕所吗？很少，很少啦，很少，几乎不会。哦，救护车更不可能的，开玩笑，那不太可能，对不对？哈，出去之前都会先上好。都会先上好 ，OK。计程车就比较有机会。对，再讲一下，我觉得哦，公车司机真的带给人家太多欢乐，对不对？他有一个创意，你看影响这么大。你那里缅甸哈啊开遐久啊，你那是一刚都要讲拍不到嘞。哦，这个就是最，我觉得当开公车的时候是最难过的事情，最不舒服的，讲拍不到啊，就一直想要不到棍来夹呢。嗯，哎呀。然后你突然就想说，可恶！如果现在我坐的这个是马桶就好了。废话，起码你找一个嘴马桶啊。对啊，就是要赶快去找马桶啊！啊，就没有办法，就要赶快去找我们开公就是公车的好朋友加油站。嗯，就是要因为你路边你车那么大台哦，你不在调个。停了等了、啊、然后就直接跑厕所，没办法，一定要找那个加油站有足够的那个空间可以放车子，然后车子停好了，跟客人啊下直接啊拍谁动不了，都没办法。哎，真的，客满人，大家拢都要上班上学。哦，那个这个是情况，我还没遇过了。我遇到的情况都是人比较少的，人没有那么多。哎，没有那么多，对对对，安尼差一点点嘛，就迄类。哎，有，就是差一点点，差一点我就要换裤子了，真的是差一点。哎，那你们坐公车司机最常被客人问到的都是路名啊，或者站名啊，对不对？对啊，对啊，台车每次每一天啊，每一天一定都会被问到的。说有没有去哪里这样？有几个地点就是，你有去火车头不？嗯，你有去搜狗不？你有去科博馆不？你有去星光三月哦？这几个点哦，都是每一天绝对会被问到的。他站牌不是有写？对啊，有写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看啊，我不知道啊。哦，对，两边的路线不一样。那有遇过客人要去的地方，你还是听不懂吗？哦，不是听不懂啦，就是他问一问，哦，他就上车的时候跟你问一下说。你刚好去台中龙总，哦，有啊有啊，台中龙总啊。结果他下车，他在那个科博馆就下车了。为什么？不知道，可能是为了下一次搭车的准备啊。可能啊。啊，你们提醒他说这不是龙总、啊。然后他要下车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啊，这里不是龙总呢，啊，你哪会落车啊？然后啊，无啦，我都有代志啊，我要来先来去科博馆一下，嘿，台中龙总，台中龙总，龙总，就是山东腔的啦，台中龙总，龙总，可以问公车司机什么？你除了站名之外，我真的不懂，可以问什么？啊，你结婚未啊？哦，你结婚未？我阿未。啊，你有女朋友无啊？我要说有，有，为什么？有，不然那个，因为有很多那个。我听我们内勤人员讲，很多女孩子都打电话去那个我们公司，在问说啊，吴敏聪怎样怎样怎样啊，今天跑哪一下啊，几点啊？哎呦呦呦，追星嘞！所以这样子，他们知道你长这样吗？困扰，他们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审美观可能有改变了。现在，哎，所以阿丽莎有女朋友，笑人吴敏聪长得不错，好不好？那他感觉就像已经结过婚的。啊，对不起，已经结婚了。好好，已经结过婚，那意思是？哎，今晚有结婚了。无呢，我一直还没结婚。闹一点。所以你起码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是为了造成困扰。说有女朋友，真的吗？有。真的要说真的。你是安怎啦？你惊伤济吼？无，嘿啊，惊伤济啊。好。再等一下，来先休息，请。
其实他第二段不需要这么麻烦。还来，买最划算。